妒忌，你要认住呢班人嘅样，一个个咁认住，一定要记住佢哋嘅样。佢哋每一个人身上都染满咗一滴嘅血。系咪佢哋逼死阿爹噶？你大个仔要为阿爹报仇，一个都唔可以俾佢哋走甩。因女事主令夫自杀身亡，都算系可惜。家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借信的所在。孔文大师，我告诉你，金毛狮王在哪里，你是不会放过我们对孤儿寡妇？出家人是不会说大话的。好，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知。女施主，你说清楚一点。大师，金毛狮王就在那里，祝你早日找到屠龙宝刀。女施主，在哪里？女施主，他都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妈。无忌，阿妈呃他们啫，你看阿妈呃人几叻。记住，千祈不要相信女人，越靓的女人越懂得呃人，记住了。师父，我们同声报仇。